今日打算买呢块面板嘅电容 ，CR7 嘅电源电容都要换，谂住换咧，我都要落个电容落去啦。不过 CR7 嘅电源电容三粒换咗佢咯。呢块主要嘅 audio 板要换晒靓电容啊。CR7 嘅好处就容易搞。是板是反出来的，输出部分已经是用很靓的电容，所以不用 upgrade 了。这电容都是靓的，7788，绿色的是 Muse Audio Bay， 所以应该不用换。大的 cap 换了 Audio Look 这三只，差不多了。CR7 的电容更换行动暂时到此为止，这个就换出来的电源部分的电容。呢次狂嘅买 mil 6800，4700，咁就系呢啲系个主音 playback 版嘅电容，呢、這个1mm嘅，本身系呢次狂嘅 audio 电容嚟嘅，呢啲都系，嗱呢啲冇咁靓啦，绿色就最靓，呢啲换出嚟嘅，咁换出嚟啦，测试过全部都准嘅，都系靓嘅，本身电容真系靓，所以中道当年都用最靓嘅嘢啦，啲电容完全都系准确无误，冇变到数值啊。咁我换咩电容呢？就系、是、电源部分用 audio lock 噶啦，啊呢只 audio lock 啦。咁就其他用 TK 啦。咁一秒嗰只咧，我就考究过啦，同啲专家倾过，用 Ella 嘅无极性电容正负并联代用，咁希望会比呢个更加好啦。咁做得唔好嘅，之前錄音我用無線咪，今次我直接用個 DJI 嗰個 Pocket 3嗰個咪嚟錄，咁應該係直接啲嘅。咁但係咪同鏡頭對正㗎嘛，咁所以可能會個我個鏡頭要放即係個咪啦，同鏡頭放喺個喇叭兩個喇叭中間啦。咁但係個部卡式機呢就唔喺放喺中間嘅，都搬來搬去都幾辛苦。咁所以要走啦，可能鏡頭歪咗啦，但係音質應該最靚嘅，一陣試再試過。
蔡琴。蔡琴的老歌啦，台灣版。在这里，痴痴地等。想的是你的爱，想的是你的吻，流不尽相思的泪，熬不完离别的恨，梦悠悠沉沉，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。听下这个蔡琴啊，昨夜你对我一笑。昨夜你对我一笑，